Hello，那个我刚好没有资料给你，你帮我整理一下，然后把资料 key email 给英语档案，我。嗯，那不是工读生的工作吗？因为你刚来嘛，那我说这样你看一下，那也可以知道我们公司在干嘛，那对你也比较有帮助。好。OK，好，那麻烦你了，谢谢。新工作很简单啊。就 Kiki 档案呢、啊？对，这一两个礼拜都这样。我在这边给你们大材小用，好不好？经理找你哦。哦，好。喂，哎，先不讲了。好，拜拜。Hello。我这边看了一下你给我的资料，还是有一些错误哎，你再帮我修正一下好不好？修正，这些不都是业务进度吗？我想说，厂商资料都对，那业务进度的一些细节，应该差不多就好了吧？不是这样讲，因为这些资料还要给其他同事看，那你是不是照我们公司制定的方式去做会比较好？那大家也比较了解。我知道了。嗯，再麻烦你，谢谢。经理，那个新来同事到现在都还没有来耶，打电话都没有人接。他都要传简讯来啊，说要不做了。传简讯来辞职，太奇怪了吧？没关系啦，他念念小时候不愿意做，我想要留着也没什么用了吧。还有事吗？没有没有，那我先去忙。嗯，谢谢。